于哪里呢？来自于就是我们中山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大姐们哈，来，请先就位哈。据理事长黄理事长告诉我，黄玉春理事长告诉我哈，他们已经又被我们的郑文灿理事长哦，没有重金呐、啊，热情邀请呐、啊，要去我们的市府表演呐、啊，啊，所以月底会去表演哦，先给我们这群可爱的阿姨姐姐鼓励鼓励好不好？啊，代表我们龙潭人哦，去献上我们最高的热忱哈。好，来，首先他们先带来一首，好，要微笑哦。要微笑哦，好，来，带一首快乐妈妈，来，掌声鼓励。